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道牛蒡芝麻饭。首先我们必须要准备牛蒡，牛蒡买回来以后把它爆皮，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切成细丝，切丝，这个牛蒡要泡水，避免它氧化变成黑黑的。我们在水里面呢也可以放一些盐，也可以放一些醋啊，就是避免它氧化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切我们的香菇啊，香菇我们也是切丝。哎，一般的我在泡的时候呢，就是先洗干净。好，把里面的它有那个叶子的部分了，把它洗干净，然后用少量的水下去泡着，让它慢慢的软化，这样它香菇的香气呢，它就比较不会跑掉哈。那这个泡水的香菇呢，因为你香菇都洗干净了，泡水的香菇呢，我们还可以就是炒菜的时候可以拿来用哈。好，接下来我加一点素肉哈，这个呢也是用那个大豆的制品哈，大豆制品做成的，这增加一点口感，加个少量 OK。最后呢，我再切一点姜丝下来哈，切一点姜丝。喜欢有姜味的人可以多加一点也没关系啊。有人想要吃辣一点，你就用老姜；有人不喜欢它的那个辣味，好，那我们就是稍微用嫩一点的，好，就是只要有一个提升它的味道。接下来呢，很快哈，我们就要来炒香我们的食材，然后就再放在饭里头了。好，锅内加少许的油。好，首先呢就是加入姜，等到我们闻到姜的香味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再来加其他的东西。好，我加入香菇，一般我们在爆香就是说它的食物的香气出来了就 OK 了，像我现在已经有闻到香菇的味道就好了哈，然后就把下一道的食材再加进来，一样一样的加进来哈，不要全部一起下来。好，那我就加我的牛蒡。你看哈，这是我之前泡了水的，牛蒡丝呢，它已经去氧化，所以它比较白。甚至你想说要吃它的那个原食材的那个颜色。好，它的颜色会比较黑一点哈，也没关系哈，也没关系，你不泡水也没关系哦。基本上我们牛蒡好香哈，这样一炒牛蒡的味道就已经出来了。刚进来的牛蒡呢，它是白色，所以它现在慢慢受热以后，它会有点半透明的，有点像半透明的透透的出来。这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加一点什么，加一点盐啊，加一点盐进来。因为等一下我还会加酱油，如果想吃有酱色的人哈，想吃酱色多一点的人，你的酱那个盐巴就不要放那么多哈。那如果说想让它感觉它比较白一点的哈，你的盐巴就多加一点哈。当然加一点酱色哈会比较讨喜一点哈，加一点酱油。
那因为呢，这个牛蒡呢，我还要跟饭一起煮哈、哦，所以我第一步的炒到这边呢，我试试它的味道以后呢，我先把火关掉，就放在饭里头来煮。这时候我把火关掉，因为我要先把它盛出来放在饭里头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来吃吃它的味道好不好？看它的那个咸度哈。哦，好，我今天准备了四杯的米哈，全家可以享用哈。四杯的米洗干净哈，放下来。四杯的米当然是用四杯的水，虽然有加了牛蒡下来，可是牛蒡本身它会有自己的水分，可以把自己煮熟，所以我们不需额外加很多的水。好，把我们的米放进来，然后呢，我的牛蒡下来，对，200公克好的那个牛蒡，好下来以后呢，记得把它拌一拌，我们的米跟我们的食材能够结合在一起，让它产生空隙。然后就是比较容易煮熟哈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电锅里，盖上盖子，哈。电锅跳起来了，再给它焖个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开锅等着吃饭咯。好，好，把它拿起来。那我们把饭呢拌一拌，接下来呢加了我们的芝麻下来，再把它拌匀。好，我们的牛蒡芝麻饭就完成咯。最后要跟各位分享圣严师父的108自在语，生活中不妨养成能有很好，没有也没有关系的想法，便能转苦为乐，便会更自在了。今天谢谢各位，记得要试着做，然后跟我们分享，下次见咯。